谢谢你啊。当票呢？当票？啊，当票？哦、啊，当票我忘了拿来了，我替你保存好了。等将来你有了钱，我再替你把衣服拿回来。也好，不过你要好好保存呐、啊，别弄掉了。不会的，你放心吧，一定比你保存的好。好，蔡大哥快来了，你帮我忙布置布置。好。这个被单我们拿来做台布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看，连装饰品都给你带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不过这些花儿，你放心，这算是借给你的，不要你花一块钱。等你们的客人走了，我们再收回。啊，我替你介绍，这是我哥哥的女朋友毛小姐。啊，毛小姐，真不好意思，要您劳驾。哎，没关系，你呀找我来帮忙，我呢找他来帮忙。来来，大家动手。好好好。满意，你铺台面，我们满意。小房间里摆下酒席，一样一样摆整齐。我插鲜花，你们扫地。你插鲜花，我们扫地。鲜花开了多么美丽，要和你可比一比。红烧鱼虾也在着急，好像站在摇头摆尾。你客人呀，你在哪里？时间已经差不离。你客人呀，你在哪里？我们等着。大春兄啊，谢谢你给我打个电话，问问丁小姐出来了没有，好不好？哎，喂，你是丁家吗？我请问你啊，丁爱玲小姐在家吗？啊？到澳门去了？啊？喂喂，请问你啊，他什么时候回来知道吗？要他三四天呢。没什么没什么啊。哎，怎么样了？电话打过了，丁小姐不在家。那一定是上这儿来了。哎，一定上这儿来了。到澳门去了啊！到澳门去了。哎，据说呀、啊，要三四天才能回来呢。他明明说到这儿来吃晚饭，怎么又上澳门去了呢？说不定啊，澳门也有人请他吃饭呢。别的倒不要紧了，这么多菜，我一个人怎么吃得完呢？哎，这个没关系啊，我们大伙都没吃饭，我们可以帮你吃。哥哥，你怎么那么不客气？对了。那都不好意思，我们走吧。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别走别走，你看这么多菜，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呢？再帮我们把它吃掉它。请坐请坐。这个不太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走吧。走走走走。哎，帮帮忙帮帮忙，大家都是老邻居了嘛。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方天说的对，大家都老邻居了，我看啊，帮帮忙。哎，对了，我来开酒啊。伯母，老伯，我送礼来了。
三宝，哎，你怎么又送礼呀？啊，不好意思的。没有关系，这是店里现成的，又不要花钱。你爹知道吗？他出去了。就是他知道了也没有关系，我是小开，这些东西啊跟我自己的一样，我要拿老头子不会说一个不字的，都收下好了。哎，无功不受禄，怎么好意思老让你送东西呢？是啊，我拿都拿来了，还能叫我再拿回去啊？我不拿回去了，不拿回去了。大小姐的哪儿去了？大概在后边方家吧。今儿晚上方先生请客。方家就是姓方的那小子家。哎，我去找他去。哎，你喝醉了吧？没有醉。怎么你们请客不请我呀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想撒野？你说撒野？我什么时候撒野？哎，别吵别吵别吵，人家请客，你凭什么随便闯进来啊？大春，别理他，他喝醉了。出去。哎，出去。出去出去，请你出去出去。怎么？你想动手打人呢？你我要你出去。我偏不出去。哎，出去！